好了，叶枫来打老 K， 这一把你觉得谁能赢？自己看这场对决，一批沈阳叶枫，二批是胡建的老 K。叶枫这里把神乐放在首发位置来打老 K 的八神，哇，打得这么轻松吗？感觉叶枫今天晚上站得非常好。神乐切赫来打大猪，来前冲，老 K 拿了闪避之后想靠近身的机会没有。无端的助词，哎，反正你现在没有气，哇，晕了吗？晕了！叶枫要一挑战老 K 吗，朋友们？只剩下一个大门五郎了。助词被对方能量反击，近百变打得，小神龙完全对空，完美这波操作。叶枫把气炸掉，给自己开 buff， 大门五郎现在没有气就好难受啊。大母狼没有气真的是非常难受，下场就完美的牵制住老 K 的节奏，老 K 现在有一颗气，大母狼被他折腾只剩下不到一颗体力，哇靠，一挑三你敢信？记得关注再走哦。